日常，八大新闻留声许绍群台北采访报道。羽球协会近年持续深耕基层，在今年五月推动国高中小羽球奖助计划，遴选出全台16所羽球运动绩优学校，奖助超过600打的训练用球，深获校方的感谢。团队也实际走访了16所学校，相互交流，倾听基层运动发展的需求，期盼能够鼓励学校、选手、教练还有家长，培养更多杰出的羽球新星。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